哇，人都来了，他们想跟我们一起玩。这边已经可以开录，已经在录。我看出来已经在录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家。是。猫咪 ，Hola。今天要玩从日本带回来的智障游戏。我以为你说日本带回来的智障是你右边那个吗？他就是日本代表，台湾赌场的智障。台湾赌场的智障。他最 Q。噔噔，第一届普普乒乓球大赛开始。你吓到猫咪了啦！对不起啊，阿爸。录一下。有什么？阿金呢？哎，还有声音啊！有。好大声哦！错。不止大声，而且还会喷气。哦，我看懂了。这个是球哎，这是我们的网子，有网子，来，你好快啊！然后这是发球区，发球了，这个风有这么强哦？哇，这是什么妖术？看来又要再往后一点了。我是小星星，他没想到用屁股哎，我一直以为他是用嘴巴，小星是用屁股，小星很乖，然后小星是用屁股，小星都是用屁股。对，然后他是用鼻子。我们进队，好耶，好了，可以。我们输下来的风，我们输下来的风。什么？这超轻的，我天啊！剪刀石头布，应该跟他一队。剪刀石头布，石头布。我跟胡子撞一下。你要相信我啊！第一届大比小心布布网就可以开始。剪刀石头布，行吗？所以输到什么？11分计哦，可以吧？对啊。大家，惩罚是什么？什么？每次都还是输的时候再剪。我们现在领先到4-2了。好，那个雷宝，换我趴，给他们发好了，他们落后，小嫩嫩，那可以吗？哇，来得好，来得好，很会，大哥，你刚才，
没有问题。
倍没错，是十倍没错。可是你要有风啊！我是李七七。为什么？欢迎收看《影片家》，喜欢想看更多桌游可以按订阅，然后记得订阅《虎子鱼蛋》，不要订阅《鬼鬼算上班就》就可以。哎，如果把这放在里面会怎么？他会卡住。想到猫咪了。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不不不不。拜拜。